何非上山？因为山浪向主人不了浪，免着来出面招待。请何非吃醉？五百个醉菜，山浪向的吃着，通通不拉平，而是拆脱个的。那么那龙发人，面姑娘聪明，想出来个办法，叫拆井，让你个醉。这样，井拆沟，出自唱沟。哎呀，何非相见？这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我呢喊你，我呢喊回答你，我会唱完，而且你唱音一致的来得个复杂，一直对老侯复位。这一项方案，我自个儿一点都会。我唱一节《西山飞游》，让我们来唱他两声《西点》。李桂尼首唱《清明乐》，我不能替班同胞唱大江。是压菜干水绿水边，我不会两一次下迎风晚，涉水都暖水之后，谁非林泽一般三修。林泽是春水祖国人光年与他里都两者，我带了那个松林里就一岁，那只切板着三丁大人三顿蛋了。本山水带了个松林里，科技林子我混了地朗向马上观察周围的恶人，努力接近本山，用最弱破袋让你吃板子，晓得你屋里向为一个老娘，再让你蛋白大一份走去把你多娘吃。这个恩林子一心记了。后来林子在山顶当差做最灵光的位置，
咱等因为心里开阔，就说得罪是晋灵公，晋灵公也想揍他哩，不知担负谁，谁拿咱等害得去，压了一个性命。咱等打晋灵公一旦暗暗伏兵杀出，林泽还在伏兵当中，水里向挪一兵急，一口晋灵公要杀这个人是少等，弄个恩公。哦，不可以，非得不杀，反而到绝绝有努力去出去。那么后非人十安几句啥意思呢？是十金在什么呢？姑娘十安样子个招待我，使我十分惭愧。我呢不能让林子半夜三顿这样来办他呢。多谢姑娘。上来听我们心底里想讲一声，哈！你回答的我是汉杰子，我插手在营为你祝福，你这样还用手在营那个句子来回答我，而且非常客气得体。可是确实比较冷门噶，汉杰说你非常熟悉。我插手在营呢，因为的确是来口够、力够，我熟悉的来唱。所以唱出来的不稀奇的，你马上能够回答出来的不容易，可见得你还读过佛山诗的了，是个文武才人。想想当初我要写的和我爸爸的后代，我也问了呢，而且也是十干预算的，一定会非常感兴。这姑娘心里一激动，心知高你感情，就说带来情啊，也唱起来这样，说。公子啊，玉门出望，两下意。辰光虽然还在，但因为客人光临，开心得了，吃来不及吃。牛是守在银狼的句子，当我观看，而且看见我开心，哈，搿辰光好非真正呕心啊！姑娘，那。
的不为神罪变，出家落龙能为神，与西元得水草你个这一四句啊，从自人神西上瑞人必也杀母子一百罪，一应而行共睡而来。两姑娘出众起来相下迎来，莫非像两姑娘等我一样还不够热抗人，因为自人不老了，你得几自人应尽在的行之离者，根本不怕打了，最白放他，肌肉最人为乖，我明着当在烧饭，我们在这里是我们扩进西厢房，我并阿斯马镇百姓了啪一头出西厢房的美姑娘微微一笑，躬身迎礼最车头听啊，说你已经一百张上来自家费的为的状啊，估计的罪们这个人一一不数押金送出来，车道厅出够上了，但我是一妈妈忽悠是的一块的，这估计上是个白玉印子位，而且白玉已经拿了有牙鼻浪子，一手拉起笔墨斗子饼啊什么哇呜塞风，姑娘面对呜塞八岁恍如杀色，眼瞪瞪就像一股子赤子神这样，我对景儿扎破了水脸历历猜错，那么面姑娘方是跟着我对美腾腾为主三张刚正好一句面上来去送我们于国家呢也经把代理想起不幸是好非凡了，嘿嘿，这个生一把李相的英勇海家这三菜与我列哇修车那么修的我都听了一些些功夫一手的踏踏铺哦恨得不得了，勾勾英勇年年海后要让邓邓上那面上来走来也闷闷心慌，哎一在口气面姑娘了围巾嘞哇这么叫洗衣多为他洗衣起来叔叔啊不能还可以啊你的妹子啊他走了吗，哎他走了，哎你是地上啊你是地上 啊他还说什么时候再来啊，哎上辰光再来家他要怎么样啊，面上来口气给屁你们这个啥不行为呢，后非来也是俺个宝在个台法真正意思呀，哎但还是预估家吃个以在门子一离出个粉底嘛谁拉门后飞，哼刚才你没害了都听到像公寓根本进过车来门还是玩谁有听但是你最太这个外来门哦，哎呀司机啊他什么也没有说没有说啊，大哥是口吃那个等于你心里想有气不是牛为当你根本这还不像好让半日的米币来得了正式外界自治啊自分你到哪个不行你为也再来后让谁来挂满哪挂，因为你心里想定好你的时机定到心里定松当你免人梦我给带避服的人光你两队是具有谁懂你高山老乡头头没到我一带谁该从日期没有可能的并阿是通通刚把我飞听为的谢等我了谁了你主人来包放我屋的不知好飞刚才来嘛按门进我屋啊门门面上来啥里我要告知刚才发现交笔去哼好飞追谁我一的破杀今在那面你要发生刚也刚喂哦八心
你在厅上陪了他这么久，总说过一点什么话的吧？哼，你半夜门啊？你看呢？各种口气狠得不得了，还是你来生我烦人啊？姑娘是不欢喜恶作剧搞，不过像今朝有点像寻人来个开心，因为刚才大家在了浪讲恩怨的辰光，显得这个办事啊，在了当中足够热个。哪位师兄意的？他这次上山是为办杀父之仇，最后啊，这些罪人呢、啊？都起来了！哇，啥个？你来办谁？办杀父之仇？那么你在补起来的？你才是谁人啊？这一句我们就一岁岁花十十不着伤了。人人得走，个个心惊。你才是那个谁人啊？一辆很不得还冤枉，一说白龙洞的我自出来吧。那他预备。怎么样？哎，是啊，他预备怎么样了？以下他睡在山下，等那些水人下去之时呢，他下一个，杀一个，下两个，杀一双。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山老下不把我命之良，山我对水还有个说明瀑布，更是非死不可的啊！那龙翻，不过还有两个两多多。你是办杀无大罪，我这里用不着杀无大罪了，我没关系。你都要死，我服了槟榔。我在你有个波罗山，嘿嘿，你都要死的辰光，我牙分牙了，哪还有杀无大罪呢？所以夹起二郎腿，得有我要对两对，对不了免姑娘可。哎呦，你在落了海外，我马上叫你落不出。侯师兄为宜的，虽让众人勾勾于他与水，这是一滴水深一滴水浅，他是恩怨分明的，胜在送办，弃在牵绊。哇！这批六个班人，连着脚马上杀出副队，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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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心贴高跑。为啥？哎，侯皮郎说，虽让想收一个人。勾勾搭理于谁？根本你在那山浪想嘛？咦，别个想来想去嘛想不通。你都要死人光，我缘分呀！有种人老想我不了别了，那为啥水呢？喂，不能冤枉好人呐、啊！对，该不能冤枉害人的哇！他也不愿意冤枉害人。根本你才是害人哇！他要得他身份过位，唯有但是这贵为口味之地，你们是非也合理害他呀。哦，是他办事，那么大家松口气，因为你在山浪下谁谁非要认为你在那山浪下是也合理，这个是我为我为不还抓生，你不是想害你呀、啊？你做梦啊，不是想害呀、啊？谁是为此把长王军带了来的？那么你家分上谁？夺命侯上拿你弄上来 ？OK， 我为啥告诉过？等待谁谁非要打，你非得抓死我为，你为了进去激发，谁是个死土匪？还有啥可以争取立功谁家？但八岁登北更加放心，是谁非用之名，我们兄弟从来没有听见过，与他有什么人缘啊？是干嗯不是有啊，更加是不然呀，何来逃啊？别管你哪位的海里呢，大家非得定心，而且为的隐在路，哼哼，得半日茫茫，那么太一切人家年纪老三的事体，怪你说的，现在搞了理想，自个搞来不收手，为俺努力的屁人，做主做鬼做大该的，哈哈！但不是本来的是你来决军的，结果么天龙门来手不清爽，各帮差老师么个和尚出来催一人，俺谁俺家么，我得钱的事，哈哈，那。现在辰光让我来趁势打人肉，
门里挪不得也住了。这个大师啊，以上呢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病的都是地关农清水家把我儿子的啊，你拿出来吧，各位你们也不要争了。大家一听呢，哟，大八岁想独吞个不白的人，哼，将比火堆的西来北得也非也得，吕牛第一个跳起来，田大哥交给陶师兄的是一只空铁盒，倘若你要空盒，在下没有话说，宝刀却哪有你的份啊。应接是天龙门南中的掌门呀，又进佛杀贴出来，这个刺刀嘛，是因为归我天龙南中是再无疑问的啦。又是这么贴起来，当时狄师兄来人水刀之力，上一眼里是得神作不中，大哥赞半日无常，心里紧张。据国家讲，病阿是不拉后非，就是我去者。一旦糊涂，病阿是一年弄个了三浪事体，干涉后非，是跟我跌到我身，十分危险。等了三浪也误杀，怎么弄？我最拿个皮面偷来，人到失踪。手里你个敌人一旦得你打打不够，你一直让敌人啊来福就杀呀，根本我啊做空当累他，那么可以偷那个帮人玩个马名义一动那就没意了。嘿嘿，你都塞了想着逼逼想过军大去绝伤，其实娃娃军大应不用给我也有在上班头了呀，上班到了上山河呢，刚才吕牛我就刚出来看了一只风头之错哩，当年是不能免人物挪得去，那么以这个是风头之错了上山河呢，你光带免姑娘一手，哈哈，又在提笔尽在眼里，介绍个只之错谁插了面跟我讲个对狼，让我们来秀得里多去抢了这风堆之错，抢了风堆之错里想有上百头，让你都想着飞飞谁想被上百，那么呢一家摆不得拼声说明帮我当谁谁飞哟啊，嘎嘎各位你们都要正直霸道，老实说一把刀我也不在乎事，大家晓得个，我是扬州人呢，我们扬州有三把刀呢，一把刀不在乎事，你们得这把刀有什么事呢？我一说啊，嘿，像马三人爹哈是人都不得知，真正的理由是为之败仗，刚才来们复杂国民大王位就说不能肯贴出不少于大家不相，你们不说我来说，先前各位只晓得这把刀下天如你凤丽娘不得了了不得，哈哈，现在晓得里头连着一个宝藏发财呢，因为他连着一个宝藏，所以人人眼红，个个都起了贪心，可是我老和尚要请教各位，你们拿了刀有什么用？如藏宝的地图点点有迟到是一点用处没的，是我们这直播忙着免着那个对的方向弄弄，大哥不理解的心我就满是弄开你光啥谁得免着那个对方了吗？只看见个只风头之错，让姑娘个兵家背浪向对了对，对了对。嘿，姑娘没武功噶，个大哥晓得个，把只错不够举手之劳。嘿，就说想着一
把车门心里才会得拎个呀。做啥？因为你这个牙很不够，是威震天下的金密不灭人翁啊。他如来上去买谁买家买为谁多，你都要再聚起来个上人得当得起啊。所以不能够上去。格来么呢，旅牛我与世无空在。还是本事好法。灭人翁一直这里来着讲还引力的。为啥么你是保对硬啊，与人一等侍卫挪开不带大个头啊，是奉旨奉献的。哦，当中上位的还是钦差大人的身份嘞。身份不用难管。这还得哈哈来把心的呀。免人翁一会马上给。就是旅牛我还有地的。咦，什么免人翁干啥呀，后日谁应该也带给。这种人是不肯偷辰光的，正地啥的。驾驶辰光胆子不得，那么一定失明，不办法过来了。菩萨，那清茶面孔挪出来，眼睛一望，胆子众人一闪，清面孔浪向就不可一世，最大面上来面人嘛，擦，哎呀，之初已经淡水了，面上来也是来为什么也是好啊。像这个从小带到分水沟的中腐肉一样，洗得了面孔，干了眼四把门，退于两步，对着女牛口口，你欺负一个十三女子不受害后，你听，你要回来扣哪个？你对旁边人口口，于中啊，才是要说白子，但你要与接人的，于中呢，但我是一白狼的，口见你还懒巴巴的。虽说当你面高一点有牛啊，不么我总是站在后边，但你都嫁个外个，嘿，想不到你都一句公道我不讲，谁谁帮官，面姑娘气昏嘛，所以一言不发。旁边的人啊还不懂，一些些功夫老牛我那恨得不得了，叔叔你个本事比狗子干过，刚真把那摆住了心里里想拎来拎去。现在他经过买卖棉姑娘，你买卖棉姑娘谁都在金米不要。哦，大概为这个厂上班的，伊拉喷水吃糊的，大家不想，半日无上一口嘛。哎呦，这一个带头吧，我是搞得你两家头利息带付三家伙的好费，这是不来事的。上班的你在哪里睡呢？我要抢狗来还比当，不过如果我抢一抢，我随便狗叫花子，这样想想办法可，那我其他人通通就进来帮我忙。李牛就是更刚昂昂肉呀，本人奉旨行事，怕他什么庙大侠、央大侠。再说那个金密府此刻呵呵是死是活却也在未知数呢。一语惊天，免人们出事体了，那么究竟免人们出的啥事体，领牛们难讲法，何为其道？